今天14时27分，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，成功将遥感34号04星发射升空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该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、城市规划、土地确权、路网设计、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。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74次飞行。